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最后一次嘅《啤李漫步》。在讲国际新闻之前咧，我突然间见一段咧，有一个组有一个团体啊，就系呢个香港保护儿童会嘅调查，话失承受访妇女咧，佢哋话咧系唔会或者会好容易生第二个。屌你老母，咁样仲要做调查，我都唔捻知做乜捻嘢。你首先生第一个已经咁捻少，香港嘅出生率，屌你老母已经去到喂，屌你老母零点七几，好捻大镬。好啦，我就算當你一你都大撚王 ，OK？ 咁我哋係拍住韓國咁樣噶啦。好啦，一對 couple 結婚，兩個人，即係常識都知啦，二點一咧就可以即係 break even 啊，平衡翻嗰個 population 啊，嗰個即係咩啊，嗰人口啊 ，OK？ 屌你咁，你係零點七、零點八，已經係咁樣咯喎。然後仲要話佢想第二胎。是有七成真係嗰嗱生嘅人肯生嘅人入邊，肯生嘅人入邊，喂你會唔會生第二胎？七成話唔會考慮。其實老實講，我成日覺得咧，我作為國內人，一係就唔生，喂咁嘅環境點生啊？生咧，咁我真係覺得起碼都兩個會好啲喎，即係有商有量啊嘛。好似我第時我釘撚咗我老婆釘撚咗，我就一條友，喂揾個人商量都冇，啊兄弟姊妹都冇，咁應該生多個嘅，啊咁但係咧。竟然係生咗第一胎嘅，都話喂七成唔考慮，跟住又列出好多原因啊！喂，佢真係言不及義啦呢檔嘢，又話乜嘢經濟啊，又話咩教育管教壓力重啊，居住環境太細，工時過長啊，建議增加啲兒童醫療券啊！而屌你老母你，你就咁講啦！香港冇兒童會，就咁就真正正係因為咁樣，我以後我就唔撚會捐錢俾佢啦。你連最關鍵嘅問題你都冇講出嚟，嗱，我唔覺得你嗰啲問題係。冇嘅，即係譬如你話經濟壓力啊，搞嗰啲係乜嘢？嗰啲係關於政策問題。根本而家啲人唔生，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嘅政治問題。點解而家消費力咁弱就係政治嘅問題？屌大家迴避呢啲問題，然後覺得啲嘢會好撚咗嘅。屌你啦嘛！我屌你啦，俾啲工時短啲就得啦。屌你啦，喂！屌你啦，咪俾多啲支援就得啦。冇撚用啊！教育啊，冇咁大壓力就得啦。喂，教育始終冇壓力啦。屌你冇人讀。而家你入第一志願嘅，喂，我啱啱先講啦。屌你老母！小學升中87% 入到第一志願，從來未試過咁高喎，87% 入第一志願。屌你老母！真係多諗住，真係呢啲都言不及義，呢啲咁嘅香港冇兒童會。最緊要嗰樣嘢，個個都係咁，唔敢面對現實。政府唔面對，你係團體嘅，唔係叫你顛覆國家嘛？而家我日日都喺度俾有用嘅建議啊，真係唔知有冇人聽嘅。喂，你真係你特區政府肯聽啊？我哋啲庶民講好啦。你諗下落區，全部又係嗰啲屌你老母圍內嗰啲友，講乜撚嘢啫？你喺圍內都屌實你，屌你老尾閪！喂，做差人唔係一定冇能力噶，你而家咁樣做啊，真係影衰差人出身嘅人啊！真係，好啦，屌你老尾，你嗰班左膠出嚟講啦，朱西八格啊，認喎。根據呈交俾美國國會委員會嘅一封信，科技企業 Meta 嘅執行長祖克柏咩祖克柏啊朱希伯格認為美國政府喺2021年施壓，令到佢嘅社交媒體 Facebook 刪除咗部分咩部分啊關於 Covid 嘅內容係錯誤嘅，佢未來將會抵抗類似嘅舉措。嗱，呢個真係冚家產嚟嘅。係咯，我想聽政府啲。呢個真係唔係啊？佢講咁乜撚嘢都冇用噶，佢而家仲喺度。你試下，你一陣你試下寫啲言論睇下佢 ban 唔 ban 你啊 ？OK， 好啦。嗱，法新社報導呢一封信咧，呢一封信啊，阿朱希伯格寫呢封信咧，係寄俾呢一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嘅主席阿喬登James Jordan 共和黨啦，當然係由委員會嘅共和黨人將佢公諸於世。朱希伯格咧喺信入邊提到關於 Meta。平台內容審查嘅一啲爭議，嗱封信佢話，其實我埋封信我 download 咗，唔記得擺過嚟。佢話佢唔打算喺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再捐款支持選舉嘅基礎設施啦。佢話因為咧呢一類捐款咧就招致共和黨人嘅猛烈批評。咁當然我而家有撚排批評你啊！屌，但係你共和
嗱，啱啱我頭先睇到個 breaking news 咧，好似話啊，我唔肯定啊，等我 confirm 先啦。好似話德州咧，告住德州啊，唔係聯邦法院，德州最高法院咧落咗命令，一定要啲即係個選舉人咧要證明佢係citizen先可以俾佢投票。我真係覺得好撚驚奇啦！選舉屌你老母都要落個命令，一定要係美國人先可以投票。咁你話呢個係乜撚嘢乜撚嘢國家？即係佢個州起碼肯定做啲嘢先啦。咁啊睇下會唔會就係啲州仿效啦。啊，喂，你有冇大家有冇留意啊？而家咪成日話咧，包括阿老蕭成日 call 嗰啲咧，話咩啊？阿何錦麗韓情漢俏啊？咩啊？老蕭睇好何錦麗。大聲！你有冇好即係 call 嗰啲啊？支持韓情漢俏啊！支持老蕭。嗱，我啲喺美國網友都好撚驚，但係其實我再同大家講，民主黨或者 CNN 佢哋 CBS 佢做嗰啲民調咧，係全部得幾百人嘅，全部仲要係好多時咧係喺南州啊，即係民主黨州度做。嗰日咧早兩日咧，阿 Elon Musk 咪出一個咧，點解佢啲民調咁撚勁嘅？嚇、喂，我哋不如而家又調啦。結果咧，阿 Trump 係唔知70%。得廿幾三十 percent， 咁當然你可以話 Elon Musk 啲民眾係大部分係共和黨人，咁但係嗰大部分共和黨人點解有三十幾個 percent 係何錦麗咧？咁當然咪睇下點咯。老實講，如果你話唔去搞嘢咧，包括2020年嗰次選舉，我對阿倉係絕對有信心。好啦，嗱，朱喺白鴿話 Covid 嘅時候，拜登嘅政府咧在幾個月裏面不斷向他們施壓，要求審查部分關於 COVID 的內容，就算諷刺和幽默的內容都不行。單以這一點，我不知道共和黨人可以做到多少，還是因為你要保護美國的國體，單以這一點，喂，你第一修正案流的，喂，老師那些實會又出來說，不是啊，屌你老母，喂，你這個啊，連聯邦法院啊，咩聯合國都判咗啊，呢個如逼人哋打疫苗唔係咩嘅，即係唔係犯法嘅，因為有如果唔係你會影響人啊。唔好講而家疫苗係點先，嗱，我係疫苗諗嚟，我打幾劑疫苗，但係唔俾人哋打疫苗，監操封城，喂，呢啲咪屌你老母閪，真係違反咗，真係違反咗，嗱，我冇講我哋個國家，講人哋個國家。喂，嗰個國策嘅喎，係嘛 ？OK， 好啦，咁而家咧，阿 Joe Biden 咧，嗱，上聽政府就講喎，佢話：嗱，我覺得政府施壓係錯嘅，我好遺憾，當其時冇更強硬同埋坦率咁樣表明我嘅立場。你老母，你個冚家產，屌你老母閪，你自己就係 ban 撚到最撚勁係佢，最撚勁係佢，最撚勁係你。而家你就想喂上聽政府做乜撚嘢啊？你就又話唔撚關你事啊？我唔撚夠強硬同埋坦率咁樣表達我嘅立場，屌你有冇你撲街？所以啲撚樣咧，真係唔係話我揾你啊？屌你揾馬佬咧，嗰啲咩面長長嗰啲咁蜥蜴撚咁撚樣，蜥蜴仔咁撚樣，唔係蜥蜴人啊，去撚相啊！你一定要好似我啲咁嘅圓面方面嘅好啲。屌你老母真係黐撚線嘅。好啦，佢話我強烈認為我哋唔應該因為任何政府嘅壓力而喺我哋嘅內容標準上妥協。無論是去哪個方向，如果事情再度發生，我們一定會反擊的。你仆街死啦！你而家先你過嚟講冚家產，嗰陣時俾人上你聽證會嘅，你又話喂屌你老母，我哋係一個 media 嚟嘅啫喎，我哋唔諗知咩嘅喎。好啦，你係搞雞人嘅時候話喂，我哋要保障，又唔係變咗 media 咯喎，你變撚咗屌你道德審判官喎，我哋要保障屌你老尾人會咩第一修正案喎，人類有發言嘅自由喎。即係屌咁樣，神又係你，鬼又係你。不過佢講出嚟，喂，淨係呢樣嘢。喂，如果美國政府咁樣施壓咧，喂你，喂唔該你喎，司法部做嘢喎，啊，或者下一屆嘅當選法官係咪要委任個特別檢察官啊？去研究下呢個嘢 ，study 下點解你老兩母喺美國政府會咁樣施壓嘅？雖然係不停係咁做啦，老實講個政府。好啦，咁共和黨嘅人當然就屌柒佢啦，啊，屌柒呢個 X， 即係。亦都喺佢哋嘅社交平台 X 嗰度寫呢個言論自由嘅一大勝利。做主喺白鴿話佢唔會再重複呢個時代嘅做法㗎啦。啊，佢話我會保持中立，唔會用某種方式包括捐錢去發揮作用。OK， 佢咧，但係咧呢封信亦都提到臉書即係 Facebook 處理《紐約郵報》關於拜登個仔
Hunter Biden 的報導引發爭議，冚家產啊！屌你咁樣嗰陣時一寫 Hunter Biden， 你撐唔到，你即刻俾人 ban 啦！你個咩啊？好啦，佢話而家 Facebook 已經改變政策啦，啊喺事實查核嘅人員調查嘅時候咧，唔再喺美國將呢一類文章降級。其實你點樣查核事實咧？一查事實得耐咧，屌你啊！你又冇咗人哋 share 你個咩喎？根本你就唔應該查核。冚家產！你連屌你老母閪，你連塔利班嗰啲都可以，你連 IS 嗰啲可以用你，嗰啲你唔撚查核。嗯，屌你老母閪，呢度冚家產。佢話：事實上呢幾年嘅審查咧，唔知廢冇嘅，仲包括 Hunter Biden 啦、口罩功效啦、氣候變化啦、武漢肺炎啦，呢個唔係張伯格講啊，係張伯格唔講嘅嘢，係其他啲報，即係呢個中新社報導嘅。特朗普啦，共和黨保守派新聞，你全部都 ban。然後你而家就嚟應酬啲契弟嚟。好啦，八月廿七號，咁八月廿七號咧，嗱，根據文匯報嘅報導咧，所以就係咁噶啦。美軍倉皇撤離三週年，阿富汗多個地方舉辦慶祝活動，咁啊跟住訪問啲阿富汗市民啊，話幾撚開心啊，有自由啊，真係好撚奇怪啊！你話呢個大淡定，呢個係文匯報嘅報導，即係咧文匯報代表我哋中央，點解我哋個中央政府仲係要去抱住咁嘅思維咧？就係佢同其實阿富汗做朋友有咩優點咧？我諗嚟諗一諗到你咩啊？佢嚟嚟去就係凡係朋友嘅敵人就係我嘅敵人，凡係朋友嘅朋友就係。我的朋友快，敵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即係知道咁樣嘅思維咯。你抱佢又得著 ISIS， 屌你老母閪！你係有呢啲係有陀衰冇帶挈噶嘛？人哋有 ISIS 又恐襲係咪先？你真係唔撚明嘅。但係我想講，今日八月廿七號，美國撤軍三週年。嗱，你美國撤軍咧死咗十幾個美軍啊！呢單嘢好啦，我今日睇報道，咦？屌你老母！喺個公務度獻花致敬。有 Donald Trump 嘅 ，Donald Trump 係咩啊？前總統，咁前總統克林頓去咗邊？如果前總統要去嘅話，前總統奧巴馬去咗邊？現任總統拜登去咗度假，現任副總統下屆嘅民主黨競選者，你出嚟抽水都要啦，繼續失蹤。至於嗰班咧，屌你老母！平時講到要精忠報國，屌你老母文文埋身嘅嗰班左交左翼啊！一話打仗咧，就個個屌啲鳩叔嗰啲咧，立即退役嗰啲民主鬥士咧，亦都無影無蹤。得一個阿 Trump 去獻花，你當佢做 show 都好。呢、這個又解釋咗點解阿 Trump 喺民眾入邊入球場又好，去嗰啲軍人遺屬又好，飽受歡迎。點解會有阿 Trump 係上街啊？屌你媽閪，係七千幾萬票，係歷史上連任總統。增長率最高嘅，因為第一屆係六千幾萬票。屌你老母，你覺得係咪好撚奇怪啊？歷史上係從來冇一個總統咧連任咧係會多成千萬票，第一次，因為第一次我未選過你，我唔知你乜嘢料啊嘛。你一個人咧做咗總統嘅，喂，梗係會有啲人會得失㗎。當然有啲人會多翻啲票，但係唔會多成千萬。然後輸咗俾一個從來冇撚出過嚟嘅人，一千萬票、八千幾萬票。我上次數過票㗎啦，同大家，我今次唔再數，我收工。屌你有乜？然後你哋話唔係 fake 嘅，唔係假嘅。嗱，今年都係㗎。如果再係咁樣亂撚曬大龍，就算冇郵寄選票都好。喂，啊 Dominion 我哋證實唔到啊，但係你繼續係有啲人屌你老母，又話俾啲非法移民又呢樣嗰樣嘅。喂，跟住個法院就話：屌你唔撚關我事啊！屌你去香港咁撚樣喎，咁啊打得㗎啦。不過今年就無論咧 ，Donald Trump 贏咗，你會嗰班左翼上唔上街啊 ？BLM 一定上啦。或者民主派贏咗，嗱呢個我係最想嘅。如果民主黨贏咗咧，咁我就真係好想睇下嗰班即係所謂保守派人係咪真係有種啊？如果唔係咧，我就真係堅決覺得咧，屌你諗乜算撚數啦？屌你諗乜？我即刻支持民主黨取締槍支啦，俾把槍你都冇撚用，一班撚樣。OK， 其實今年真係好容易有師傅喎，好撚容易啊。OK， 好，咁啊講咁多啦，聽日再見。仲話 AI 咩 AI 啊？咁啊係啊！頭先我有兩張相俾大家睇啊，幾好玩啊！呢個係我啲同學咧，用一分鐘我哋睇第一張相先。嗱，乜都冇做㗎，冇做㗎，就係我哋嗰個AI班啊！嗱，我哋影張咁嘅相啊，
好平常啫。我哋個啊呢個係個啊 in the 個 advanced class 入邊 ，OK。好啦，我呢一邊變咗點樣咧？又唔一個掣嘅喎，唔使自己做嘅喎，大家搞清楚。雖然佢哋用呢個風格咧，根本完全都認唔到個樣。嗱，大家睇住後排左手第三啊！哇，做乜事啊？喂，後面左手第三長髮嗰個竟然係我嚇，真係啊！係大家睇清楚啲。哇，如果我係咁嘅樣，我真係 cannot up 啊！靚仔到咁撚有型喎，又長髮又剩喎。喂，係咪好玩啊？嗱，仲要係動畫喎。其實我哋未可以，我哋仲可以加聲喎。好撚多嘢，係 only a button， 用咗我哋四秒，係四秒。誒，咁啊，小畫家唔同，因為你可以不斷俾指令佢，不斷將佢變化嘅。OK， 啊，呢個 AI 啊 ，OK， 中間個正，我睇多睇多次真人相。佢話中間個正啊，睇多次真人相，睇你哋啊。咁你哋話都可以，都係要話佢正嘅，冇計啦。喂，應該都係話佢正嘅。喂，好，咁啊，聽日再見，拜拜。